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我的第三次考试。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范广的主语。第一部分：炒看、白粥、咸蛋、包子、炒子、鸡蛋、面包、鲜炸面包、黄油面包、奶酪面包。炒青菜、煎鸡蛋、牛肉面条、炒海鲜面条、方便面、螃蟹面条、虾面条、鸡肉面条、猪肉面条、猪蹄粉絲、螺蛳粉、肉块粉絲、鸡蛋饼、越南肠粉、厚肉糯米、牛排、苹果。葡萄、橙子、豆奶、果汁、水、白水、牛奶、咖啡、橙子水。第二部分午饭，我常吃白饭、蛤蜊汤、白蟹汤、蒜鱼汤、辣炒鱿鱼、蒸蟹、蒸鱼、回锅鱼。红烧肉、叉烧肉、烤猪肉、馄饨面、烧五花肉、豆腐、炒花、炒菜花、烧海鲜饭、烧牛肉、酸菜饭。烧羊肉、烤羊肉、烤鸡肉、蒸鸡肉、蒸猪腿、炒白菜、炒卷心菜、炒莲藕片、煎玉米、煎土豆。烤花生、烤鸭、炒水牛肉。第三部分晚饭：烤牛肉、烤五花肉、海鲜火锅、螃蟹火锅、鱼火锅、羊肉火锅、鸡肉火锅、炒牛肉芥菜。烤贝壳、烤鱼、天鸡火锅、炒天鸡、烤天鸡、烤鱿鱼、炒鱿鱼、烤鸟肉、烤干鱼、炒萝卜、蒸卷心菜。炒空心菜、猪腿汤、南瓜汤、玉米汤、白骨汤、蒜甜炒白骨、猪肠、鸡肠、毛丹、鸟毛丹、炖鸡。第四部分：笑靥、河粉、馒头、绿豆粥、汤圆。第五部分：零食：玛丽、瓜子、南瓜子、葵花子、爆米花、果浆、水果冰、冰沙、巧克力、酸奶、奶茶。红牛、冬瓜茶、果冻、草莓冰淇淋、巧克力冰淇淋、橡胶冰淇淋、芒果冰淇淋、菠萝冰淇淋、红枣、冰果汁、橙子果汁、芒果汁、西瓜果汁、蛋挞。奶咖啡、葡萄酒、茅台酒、
冰岛啤酒，忌酒，忌水，绿茶，乌龙茶，玫瑰花茶。第六部分宴会，烤螃蟹配奶酪，烤生蚝，烤波旁，烤三文鱼，烤兔肉，蒸鲍鱼，腌过，蒸大螃蟹，炒鳄鱼肉，拌熟羊肉跟柠檬水，炒螃蟹蒜角，烤贝壳，三文鱼芥末，烤章鱼，羊肉火锅，海鲜火锅，石琴火锅，天鸡火锅，鸡肉炖人参。第七部分用具，碗、碟、杯、勺子、叉子、刀子、剪子、叉子、筷子、椅子、桌子、匙巾、纸巾、湿毛巾、牙签。第八部分付款方式，买单、算钱、结账、付钱。拜拜。